每月三日，我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。这一层的摄像头早就坏了。司法程序。大学教授，社会关系相对简单，只有学生和同事接触较多。我们发现了几处指纹，应该是属于凶手的。所以最后见到死者的是他的学生李佳。但愿我能忍受我的痛苦的同时，也能忍受他的痛苦。有些事儿想找您来了解一下。好。昨天晚上你在哪里？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实验室，我碰到导师的项目。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。可是从证据上面看，他没什么。所以他有不在场的证明是吗？是的。现场发现的指纹不属于李佳。我从来都不是苹果。如果不马上抓到凶手，他很可能在此。有新案情了。已经全面排查了，还是没有任何线索。一般连环杀人案每起案件中总会有极大的相似，但在这起案件看不出任何关联。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。李佳和另外两个受害者十年前是邻居，而李佳的母亲长期处于精神不受控的状态，可以推测李佳极大可能曾被他们虐待过。这三个月来常去的地方就是这儿，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喝咖啡？我知道了。想不到是你。走吧。再见了。教授，为什么谢里安取消下学期奖学金资格啊？我喜欢的是听话的学生。他让我失望。你今晚陪我睡吧。定期的让你接触病毒，干扰你的社会关系，甚至取消你的奖学金资格。他想从各个方面给你最大的压力，他想彻底的摧垮你。因为他想要的结果，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你逼进深渊，让你彻底分裂。你知道身处黑暗、看不见光的感觉吗？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别来找我。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加害他的人，我绝对不能放过。我不后悔，我只是有些遗憾。本院认为，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段残忍，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我想一直陪着他。你为他跳海，用浪花说再见。